约书亚记第十六章一节，约瑟的子孙念口所得到的地，是对瓦近亚利哥的约旦河去，用亚利哥东边的水做界，对亚利哥上去，探到山地旷野，到伯特利，搁对伯特利到罗斯，接连到阿基人的境界，到阿塔略。搁往西落去，阿里提人的境界，落到伯赫伦的境界，直到基色，探到海为止。约瑟的子玛拿西以法莲就得到因的地业。五节，以法莲子孙的境界，照宗族所得到的基地下面，因地的业当界，是对阿他略阿达到上伯赫伦，往西探到北边的秘密他。搁往东西到塔纳西罗，搁接连到亚罗哈的东边，对亚罗哈落到阿塔略，搁到拿拉，透到亚利哥，探到约旦河为止。对塔波阿往西到加拿河，直探到海为止。这就是以法莲支派照宗族所得到的地业。九节，另外伫玛拿西人的地业中，伫瓜城。甲属下村庄，这拢是分予以法莲子孙的。因无赶出踮伫基色的迦南人，迦南人却踮伫以法莲人的中间，正做做苦工的仆人，直到今仔日。